Hello，今天潘少博说要给我做饭吃。为我自己证明，大家一直都说我做的东西看起来不好吃，他人家说，踩死我了，丁猛。他说自己发明了一个菜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就突发奇想，肯定是那些做菜的方法不适合我，我要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。会有毒吧？于是我今天决定，我要自己去超市挑食材，我发明一道菜，做给你吃，好。并且要吃得干干净净。不是做菜吗？为什么要挑水果？因为我的菜要用到水果，我得已经想好了做什么。我要做菠萝、芒果、番茄、意面、烩热狗。热狗？热狗怎么？它能吃吗？肯定能。哎呀，就是一道开胃可口的菜。班大厨要做菜了，我这个菜叫什么来着？你自己想的，我哪知道？切不动。这芒果怎么这么硬？带皮吃能吃吗？反正你吃。是我做给你吃的。一起吃。我做给你吃的。你一口都不吃吗？吃一口。这菠萝应该挺好吃的。啊，菠萝还挺香的。这怎么切啊？就你说先削皮，它皮也不是很厚。不能先削，只能在里面这么切啊。这里面有木刺。最多吃一口。不行，刚才就说完了，都吃完了，不吃完不行，不吃完就扣你头上。你自己吃，吃不完扣你自己头上。不行，我给你做的。番茄的皮也不过去。番茄不用去皮。你能吃多少？多一丢丢就好，那太多了。这么多。多了，我给你做一次菜，你就吃那么点，敷衍我。好，就这样子的。哎，手法挺好的。你教我。能吃吗？这怎么不能吃？放点水。这样料理。不会的，你看那么多人。那么多人都用水果做菜，水太多了，熬出汤汁吗？你呀，哎呀，碰巧了。现在你去等着吧，等着出锅就行了，去吧。好。看我们家的三只小猫咪，迪蒙，你就说你想怎样，迪蒙，啊，你想怎么样？天天往上跳，一天跳800回，然后等我接你下来。嗷嗷嗷有什么用？卖萌有用吗？好吧，有用。我让你下来。你又不能给我一个精致点的摆盘吗？太多了，他家只有这个碗能摆下来。要过水了啊！已经干了，你把火开小一点吧，求求你了。都糊了，都糊了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！好了。好香啊！嗯，看，赶紧吃完吧你。有股水果罐头的味道。来，请。那一。你尝第一口。我给你吃啊。你能不能对我的有点尊重？那我做给你做东西吃完了，你就百般推脱。你求求你不要给我做了，赶紧快点吃！你看你偷吃西红柿了，我都发现了，粘在牙上了，是不是？好吃吗？香肠挺好吃的。你说整体，别说香肠好不好？没尝呢，我本来也不爱吃水果。你怎么不是？哎，干嘛？你得跟着酱料一块吃，你把酱料都弄走了，都扒拉走了。我太难了，你尝一口酱料。高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这还行，这还行。这还行吗？嗯，就是你的汁儿收干了，面条没什么味道。你要有点汁儿的话，泼到面条上面挺好吃。我想着大伙儿收汁儿了吗？都收了。嗯，再多吃两口。都收糊了。没有。
又可以离我的相机远一点，被我相机碰到了。好不好吃？刚出了还行。还行还是好吃？还行。空气突然安静，还行还是好吃。嘴巴很有突然的关心。动，你别抠我眼珠。再接着吃嘛，你尝一口嘛，真挺好吃，真能吃假的，真能吃，就跟那个菠萝炒饭的那种味道差不多。好吃，你干嘛那么嚼一下？你自己都不敢嚼一下的吗？嚼了，啊，嚼了。尝一下这个香肠啊，用香肠也挺好吃。哎呀，香肠块太大了，没事，你嚼一下，挺好吃，真挺好吃，这香肠味道挺好的。怎么我怀疑？你别逼我吃。对呀、啊。尝一下这个香肠。我尝，我尝。你不能嚼一下？好吃，好吃。嚼了，好吃，好吃，你吃完吧，我去喝口水，拜拜。那干嘛？我是香肠堵在我这个地方。你不是嚼了吗？就嚼了，反正就堵在这儿了，特别特别难受。就感觉香肠好像把我的气管食道堵上了。活该，看你给我做那么难吃的东西。你都挺满意的，怎么是难吃的？你自己觉得不好吃。好吃啊。你都不敢吃。我怎么不敢吃？